新浪娱乐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敏儿。我知道赵子龙、孙悟空，还有花木兰。说的最多的台词是子龙，流氓下流，流氓，流氓下，流氓下流。其实我骑马的时候有点点害怕。我有看到你在那个花絮里面骑的是个假马。哎，光说就是秘密。我以前看过的电视剧是武媚娘武媚娘传奇，还有琅琊榜。我最近看过的电影是我的上一世，美好。为了这次就是看你跟自己的朋友就是相处得很好，然后你们私下会玩一些什么呢？去吃饭，火锅。之前有看到你们去吃烤串。哦，对，你知道这是烤串，在中国有个说法叫撸串。撸串，撸串。你说三道你最喜欢吃的中国菜。火锅和锅包肉。都是东北的。火锅也东北的。火锅不是东北，东哪儿的？火锅是四川南方，四川重庆。还有烤串。烤串。听说你饭量很大。那你可能就是一顿饭可以吃多少呢？就跟我说一下就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饿了，所以就吃。龙虾，韩国没有。你最喜欢吃的中国零食是什么？瓜子。那你跟这些朋友之间，比如说他们会给你起什么绰号，或者你知道他们的绰号吗？我知道林更新。叫什么？林狗。他一直说你也林狗啊，因为你是林敏儿，所以你也林狗啊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你喜欢狗，特别喜欢狗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林狗吗？不好解释，过后给你解释。OK。 自己的朋友们当时会给你教网络用语会吗？种不种膈应人，膈应人，膈应人，吓死宝宝了。另外有一种说法叫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啊，宝宝心里苦啊，宝宝心里苦，但宝宝不说。宝宝心里苦，但宝宝不说。然后现在还有一句很流行的东北话，叫你咋不上天呢？你知道吗？你咋不上天呢？你咋不上天呢？你咋不上天呢？这样。你知道你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林大俊吗？哦。啊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我才喜欢这个名字吗？不喜欢，因为我是女生。我见粉丝们的时候，他们一直说欧巴，跟我结婚吧，好帅，而且他们叫我老公。为什么我是不是老婆吗？因为我是女生。他们还会说你很会撩妹。哎，我也喜欢帅气的感觉。不过，反正我是女生。哎，那你自己听到过觉得最甜蜜或者是最喜欢的女生吗？女生，女生，姐姐好漂亮，可爱。她年轻，她年轻。对。那你这个练习生，你有看到你会唱中国歌，但那种比较时尚的、流行中国歌，还听过吗？周杰伦和王力宏 ，TFBOYS。会唱吗？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对吗？然后你自己也说很满意，我们说玩一把。其实我要自己选的话，你希望去哪些地方体验一些什么东西？海边。现在就你中国的海南。海南，哦。然后椰子很好喝，椰子汁。我很喜欢，对吗？对，很喜欢椰子汁。那这次用中文说三句表白，你会说哪三句话？我爱你们，你们爱我
吧，我想你吗？哇，然后真的，这个是呢，什么东西？